睡前放的。So long， 听到没 ？So long， 我喜欢小兰什么？喜欢应该是爱吧，应该是爱吧。其实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确实说不清、理不清、道不明的，也说它真的是一种感觉。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种感觉，给彼此双方的一种感觉。有时候你用言语来形容，非要形容的话，我有时候是可能是我文采不好，不够好，我想不到用什么话来去组织喜欢他什么，就是喜欢他的一切吧，就是。我觉得他可爱，我觉得他一些行为，我觉得就很可爱，就戳到我那个心窝里的那一种，啊，说不清啊，自己去体会吧，说不清，说不清。对啊，更多的是一种自己的感受。等你哪天遇到一个自己让你心蹦蹦蹦蹦跳，你就明白那种感觉了。小兰读书呢，还在读书啊，虽然也会争吵，也会吵架打架，但我觉得无所谓啊，这就是生活嘛，生活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因为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呀，佛曰人生有八大苦啊，我不说这个，就很正常呀。喜欢他什么，就要包容他的一切，包容他的喜怒哀乐，包括他什么，音乐太大了嘛 ，sorry 啊，小一点好吗？我说打架是那个打架，是那个鱼水之欢，真的是鱼水之欢啊，鱼水之欢。我声音调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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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小了。哎，有时候安慰别人的时候，就那个说的那些话，特别的头头是道。说的就是自己都感觉快感动了，你知道吗？那有时候有些事儿吧，就是到自己身上了，就不是那么劲儿，也需要有人开导开导。这可能就是我们生而凡人吧，生而为人，唉，都是这个样子啊，都是这个样子。等十五的时候，宝宝，你10:15的时候过来吧。等他十五的时候过来啊，再过七分钟。再过7分钟啊，连个麦吧，连谁呀？连啾咪君吧。好久没连他们了，你也想问小兰可以学进去？他学得进去，他只要好好学。Hello，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好，你好。等下我关个音乐。Hello，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的小可爱。对，刚上播我们。小可爱今天有点 emo， 他让他休息一下吧，今天。哦，行，我自己，我那个他在读书。读书，哎，就之前我也是，就是之前我在那个不是要考试嘛，然后我差不多有3-4个月没来直播间，下面一排评论都是你们俩是签约合约情侣吗？我的天，你们下面吗？有人问你们？对啊，就是那个时间我也看书嘛，大概3个多月没来直播间，然后下面评论都是啊，合约情侣啊，你们是合约情侣，不能怪，也不能怪他们吧，都怪那些带坏这个风气的那些人，真的是。今天玩什么呀？今天你说吧，玩一点温柔的行吗？哎呀，我直播比较少了，你说吧。我播的也少，那就玩问。我问题啊？问问题我在行，问问题，问问题我可在行了。那就问问题吧，那就问问题吧。问几个？问3个还是5个？3个吧，三个，行行，那就这把吧，咱们闭麦了。好，好的，好的，好好好，谢谢关注。我真的好棒，我哪里棒？阿昭棒在哪里啊？突然蹦出这么一句话来，突然蹦出一句阿昭好棒，棒在哪里？阿昭棒在哪里？
对面的小哥哥是上海人，我不记得了。你怎么过来了？你怎么哭了？你没哭，我是那么滴的羊水。哎呀，我看你带着眼花过来，我还以为你哭了。不是，我是滴的羊水。我刚说你在读书呢。不是，我看你在跟别人连麦，而且对面是一个人，而且是……哎呀喂，我的天，姥姥哎！对，所以我就过来了。哎，我的天，姥姥哎，真的是啊！哎，来了啊，来了。不是，我听对面是那个，我都好久没连了，你连了，好久没连了，好久没连了。你们好，哎，他怎么这好黑啊？感觉鼻子有点干。我们的光黑，等我蜕变吧。留下来的都是等我华美的蜕变吧。这不是好黑啊？等周末，等回头好好研究一下灯光。我们买一个那个好看的灯光。他看书了吗？他看来着。我那儿在看了。我上厕所的时候，他看得很认真，趴在床上面。灯暗，嗯，还行，还行。你不喜欢灯暗一点吗？灯太亮了会曝光。灯太亮会曝光。谢谢丹丹的小礼物。我也跑不会啊，这个我。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然后怕会尬，啊，我不尬，我觉得我直播挺有劲儿的。行，那他回来了，我直播挺有劲儿的。谢谢随心叶的烟花，小丸躲后面显得黑一点。哎，那人家回我去接着看课桌去了。不是你至于吗？你这样我觉得，你要不就待着吧，别走了，马上15了。马上15了，我20过来。你差那七分钟吗？你这七分钟能看个什么呀？行，不是我本来小班还没有毕业呢，毕业。嗯，他你早毕业了，他是考证，他在考证，所以明天要考试。对，在那个抱佛脚，他临时抱佛脚。哎，你自己说，嗯。什么危机意识啊？不是危机意识，你这是想多了啊！我感觉我鼻子好干呀，感觉里面有血块的感觉。小曼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刚。刚。你不在，他们都没人看我播，你知道吗？谢谢瑞瑞的小松鼠啊，谢谢你们。对，感觉直播间最近没有人气，是不是因为我不更新，你们都不爱我了？加时期。你为什么不更新？我会的。谢谢我安姐姐的 Discord。谢谢。不是成人高考吗？不是兵长的。谢谢兵长，谢谢浮木和果仁，谢谢玻璃心啊，谢谢 Ray。谢谢小醋啊，我的一只小碗，谢谢。嗨，你们的惩罚是什么？因为远哥他临时有事情，他要接电话。我问问题，我们定的是问问题。好，那我问你三个问题。嗯。啊。第一个问题。你先问我，敢问会不会搞错问题？啊。我想一下。好。稍微小一点。嗯，我觉得不是惩罚，是对。嗯，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吗？好有意思的问题啊！不是，你接我。嗯，好，你得找。那我换一个也可以啊，我换一个也可以。来，问我吧，我都行。行。等我这灯怎么灭了？问吧。嗯，你最近有没有跟你的小可爱生气？我最近有没有跟我的小可爱生气？我没有，我们俩最近就是两个人都挺和谐的。好，行。第二个问题。嗯。如果是
最近三天有没有吃饭？最近一周都没有吃饭，因为最近真的太忙了。两个人就是今天他有点 emo， 我两天前我有点 emo， 两个人就是因为就是真的太忙了，就互相 emo 两个人。就是太忙了是吗？嗯，理解理解啊。嗯。第三个问题。嗯。第三个问啥呀？我想一下啊。第三个问啥？你有没有想告诉我们的？也可以。想告诉你们的，那我可以选择不说。想告诉你们。对。问啥呢？嗯。你们多大了呀？你这个不是刚认识的时候就说过吗？多大了？不是，对，见面的时候就说过了，对。在一起多久了？在一起粉丝来回来九百多少天了？我忘了，哎，三年多了是吧？三年多了吗？没有，没三年了，九百是两年，快三年了。好吧。快999天了，对，快999天了。可以可以，好的。嗯，哎，我忘了你们俩在一起多久了？你们俩？我们比你们少，我们是200啊，不，600多天来着，600多天啊，快两年，然后一个多月了。等下次就轮到我问问题，下次我就是问的问题就可以让咱们的粉丝就往死里磕，哎，咱们就今天可惜了，你可以可以，行，那下次再连。好的好的好的，先走了，拜拜。祝你们早日开心，开开心心啊。好嘞，拜拜。好，拜拜。你挂吧，拜拜。谢谢灯牌，谢谢关注。为什么 emo 呢？不知道，我该。谢谢晚安姐，谢谢瑞瑞姐，谢谢随心叶姐，谢谢林夕姐，谢谢小橙子姐，谢谢黑妹姐，谢谢杰西贝尔姐，谢谢彭豆豆姐，谢谢爱上唱歌的猫的姐，谢谢明天的孩子的姐，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我想说两年来着，然后我就是嘴里蹦出来个天数啊。我什么时候回来的？他是连麦的时候回来的。刚刚回来。对。我们吃饭了吗？哦，吃了已经。因为对面连麦的是一是吧？宝宝，你大可不必的，好吧？我知道，我并不是担心，我主要怕你们就是会有些这个尬，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我不觉得尬，我们聊的挺好的。什么叫聊的挺好？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主平时连线 PK 嘛，有那有什么呀？行，难道还当？能考过就考过，考不过就不考了。嗯，谢谢神奇姐姐，你又站反了。我特别想拍那种。那种。等周日吧，周日去大佛去去佛寺之后，我要拍那种不经意间那种摆拍的那种很那个刻意的那种照片给你们看，到时候你们一定要说我到时候你们要说啊好作，你们要说我作，说我长，你们要这样说我。咦，你怎么喜欢这种赞美之词呢？不是赞美啊，我就是想享受一下，享受一下说这个的乐趣。这有什么乐趣啊？我觉得这毫无乐趣啊。手就止不住。所以说止不住什么意思？别蒸你的头发了，宝贝。我一点也不做，我在小王面前有时候还是挺会做的。我有自知之明，你不用捧杀我，不用拍我的马屁。谢谢。嗯，开个玩笑啊，开个玩笑啊。
我有时候会做，那是在小凡有的时候在他面前会做。你不天天做吗？好像天天都会做。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我觉得我贵就贵在这里。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我很喜欢。以后他会戴口罩吗？那不可能。所以他说不让我戴。我不让他戴，就谁也不敢让他戴啊！大不了就走人。对，我的脾气比较直接啊，不好意思。真的是不，你还是太年轻。我不觉得呀。我不觉得，我不喜欢，嗯，算了，不说了，嗯，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小凡跟你看过的真实改编小说男主公很像，你们的二十年啊，你们的十二年，是吗？唉，见过家长没有？你猜，你猜见没见？生活和理想，哎，有时候特别的感性，又有时候很理性。有时候真的觉得活着好好难。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心情沮丧，很幸福了。我每个人都有心情沮丧，然后 emo 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是生活的一部分嘛。但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我这人就我希望我乐观一点。我相信有一些粉丝肯定是因为想要那种正能量的吧，因为我是一个正能量的主播。对，谢谢。不想听我负面的分享。哎，为什么礼物没特效啊？谢谢晚安姐姐的。你不是关了吗？发音盒，我关了吗？嗯。我说呢，我说关了就不会卡吗？我说呢，但是这个手机没有特效，手机能看到。你想做小凡的手？哎，瑞瑞，你不是回家了吗？你上车了吗？小凡怎么会这么矮着？我也问过他一个问题，因为他真的是我见过的。是，我是超级矮，是不是？啊，我不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在一起时间越长，我就会越爱他，越宠他，就属于这种。怎么说？有时候就是说的夸张一点，有时候他对我吧，就是那种爱我那种，我就有点烦，你知道吗？烦什么？烦什么？烦什么？但是。很有安全感，就真的很有安全感，嗯，对，真的很有安全感呀。就第一眼看上去，可能感觉他好像，可能什么呀？就是稍微的，就是皮，小海王一样那种感觉。我不是那种的，唉，但是久了就不是啊。谢谢小星星，谢谢小 A 大赞。我已经多么忠诚了。对，你们应该都知道啊，几点下播啊？两位帅气的哥哥，哦，十点半下播好吗？十点半啊，我明天还会播的，明天晚上也是八点半啊，明天晚上也是八点半。明天周末，你明天出去玩吗？周六啊，明天周六你们会出去玩吗？人不可貌相，而且我在貌相，我也看我貌相，我也是那种很实在、很实诚的那种啊。嗯，他说的对啊，他说我也不像是那种特别渣那种人吧。嗯，挺好的啊。这叫什么？这叫相由心生，你知道吗？那为什么我长得这么丑？长得不丑。你，我跟你说，唐朝私下，哎呀，不说这个，算了，不说了。嗯，我这上镜说了你，你说了你们肯定又说凡尔赛。但我觉得上镜真的会把人变丑。对。我感觉上镜真的很丑，就是就这么咱俩，就这么咱俩。有的人他就上镜，他现实生活中看着一般，但是上镜会特别好看。我一个算学长吧，就是这样的，然后他生活里长得很一般，但他一上镜就特别好看。你学长可能在直播间呢，宝宝。不会。怎么认识的？我简单的概括一下吧。去年冬天晚上，线上奔现，然后一趴集合。你可以去关注我们的微博或者是小破站，然后哦，不是前年 ，sorry， 前年呀，2019年，对，2019年前年啊，不好意思啊，哎呀，怎么回事？前年，对，2019年认识的，2019年10月1号认识，然后一周后10月6号见面，卡了吗？谢谢人气票，今天晚上有事儿没？但我错过一个亿，你错过了很多啊。没有，明天还会播的，明天还会播的。
小班之前有过前任吗？有。这没关系啊，每个人我也有。对，主要我现在很，哎呀，很恨，恨陶陶的，陶陶的学生生涯我没有参与，认识陶陶太晚，真是让我上火。我很庆幸我学生生涯没有认识，因为我学生生涯很丑。以前，哎，所以我还想和陶陶一起考研，你知道，考到一所学校。别说了，然后来一段校园恋爱。别说了，别说了，这种话说了又不做，然后感觉说了。但是你不做好吧？对，那你就别说了。感觉说的话不去实施，感觉就是长此已久下去，会给人一种只说不做、眼高手低那种感觉。对，是吧？我觉得是啊，所以不要说，不做的事情就不说。我不会考研的，他可能会考，我是不会考的，真是让我上火。因为我清楚我不是那块料，我对自己的定位很认清的，知道吗？考研是呗，不是，我可能有那么几分钟的冲动劲儿吧，但是我坚持不了很久的。我很了解我自己，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我觉得我特别有自知啊，我觉得我特别有自知。我就不耽误那个时间，我就，我是艺术生，谢谢啊，我不是艺术生，跳舞，别这样说，我不会跳舞，但我多多少少都会沾一点。四肢不协调。校园恋爱多好，校园恋爱好，它好在哪里？因为校园的给人一种青涩，一说到校园恋爱，就给人一种很青涩、懵懂的那种回忆，单纯、美好，对吧？纯真那种感觉。现实不上学也可以啊，为什么一定要在校园里？因为校园里干嘛上课啊？我也不知道，可能人就行，我也不知道。会做瑜伽吗？我会一点动作吧。小凡求婚时，小凡，你求婚时会买第二给他？为什么一定要买第二给我呀？因为它有寓意嘛。啊，我知道有寓意，很好。寓意很好，但不一定非要买那个，对吧？哦，我不要第二。为什么呀？我不要。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你想为什么呀？那么多好看的戒指我都没看呢，为什么上来给我定心让我买 DR 呢？有什么好看的戒指？不都是大同小异吗？不是的。那还有什么呢？不是的啊，不是的。我要戒指的不是大同小异吗？我知道它寓意很好，我知道寓意很好，可能会买吧。但是我觉得好看的戒指那么多，你先让我看看嘛。你上来就让我买 DR， 我不要。不是，那不是你选的呀。嗯，不行。那是我选的呀，那跟你没有关系啊，我。哎，我知道，咱们可以这样，我，你看啊，就是我去买你的那个，你去买我的那个，这样咱俩的，身份证都可以写注册。哎，也许会买，但是也许肯定会多买几个吧，不止买那个。哎，不说这个，跟打广告一样，真的是。不过确实打过，打脸啊！对，明天周六也会播的，周六也会播的。我这头发老丑，明天我弄，明天我打扮好看一点啊！明天我会打扮的好看一点，不好看我不直播。就一开播，我必须让你们惊艳到，不惊艳我不是唐阿昭。今天些许的潦草，不好意思。明天啊，明天一定好看啊！明天一定好看，相信我。我们用什么洗发水？我们用的是那个，哎呀，名字别人送的，我忘了叫什么。哎呀，英文叫什么来着 ？S 开头的，我忘了叫什么，没有注意看过。还有专业化妆吗？我没说化妆我就烦，再说吧。Constant 十点半了，我。该玩稳了。推荐的身体乳，我说身体乳，最近刚刚收到别人送我的礼物，一个身体乳，很爱，特别爱。好爱啊，好爱，好的好的，我加油，但是也没关系，也不是特别的重要。明天晚上我们八点半播好吗？明天晚上八点半，怎么不并排做？并排放不下呀。是并排啊，
是并排，只不过我的身体往前一点，他们好，不然这样并排排坐，这三两个干嘛？哎呀，像两个那个老干部一样，这样看着镜头，还是随意一点。哎呀，他在我后面好看一点，随意一点。准备下播了，下播了。明天我们再见好吗？明天见面，明天小王考试。好的，明天有事他们可以，没关系，明天有事就没事，没关系啊。王文准备下播了，来吧。你轻一点，我鼻子不太舒服，给我捧干了。鼻子还能捧干？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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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好了，我还没有开始发挥我的技术呢。快关，一会儿停课了，一会儿被封了。拜拜。明天见啊，有颜值。